大会，同时举行，在咱平安庙顶活动。必然来自咱十八罗州，一公不省出寿金，非常迎接这好机缘，来到贵宝地跟大家结好缘。恭喜完成四小姐，一旦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出门空胸破吉，事事如意。十八罗州一公不省出寿金。准备办仙佛寿众仙，一同祭爷祖。恭喜大家的吉在恭喜，大家我一个开国一百一十一年，岁数天文年二年，农历春正十月十二日，正是咱福建邦桥后埔会中，出来举办建军一百六十周年。献殿大会，以及咱管理员会无少同志，记者会员，来自咱十八罗州，是讲发声祝寿金，前来办献佛寿，祈求在咱福建进行对神灵感，来保庇咱罗花少地主家家户户，出门行东一好，行西一好，行东西趁钱趁个手下开，赚了白趁钱赚个稳当当。恭喜大家哩！也就是咱太祖林金年十月十二日，咱们江油，江油就咱方桥后埔福德宫建庙一百六十周年，吉安老店活动，阮罗州哩讲八仙祝寿亭来到此地，也就是要来祝贺天寿。现主席这位，正是咱的汉江民汉大仙。咱汉江民大仙他打了五彩云彩杆，来到咱方桥后埔要得奖的所在，是要来庆祝，要得进行四大千秋和千秋。咱汉江民大仙手提正是咱的月宝石，咱的月宝石会当一开消灾，二开进财，三开予咱所有好地主，予恁大家做顿去。富贵你你来，我的金钱为神灵感，就是保佑吉祥。来到哈树后，和他好地主，来到一堂经理金牌，三碗金地来到四喜如意，好好临门，两两大顺，七度八拜，八仙甜贵寿。有保良中一传一米的当来大赚钱，来到金秋开花来好结果。祝强祝后下带来发财宝，趁钱趁家靠靠靠，不断祝福下地主家亲兄拢方便团乐，会当金铺厅滚铺名，金银财宝会当来满厝听，家门千代中，富贵来万年香，房房出贵子，子孙代代会当来出天庭。嘿，主持，咱庙埕当中。来办一大仙，正是由咱道听毛驴蓬莱道金宝金大仙，欢迎咱五百年前进祖先李洞宾李大仙，来古咱秀纳分销不离手，韩相祖韩大仙，以及咱手提花拿大大佛拿彩佛拿大仙，将同受了信香邀请，前往到了邦桥后埔福德宫，咱就无惊情。先来办仙佛寿，寿财寿福，就来做破办仙佛朋友。若当年年春年年富，年年买餐地，开轿车，大进的老鼠。欢迎你来，蓬莱金聪明作寿，祝伊正是咱蓬莱仙岛，不仙当中做国父做大仙，游玩接把信香，前往着咱邦桥后埔福德宫，先来向咱福建神所来贺寿。在龙时，大家哩记在龙时。现出时，做工做大些，准备这一天发布来，准备。佛前话，啊哈，啊哈，苗在呀，哇哈哈哈哈。做大些，这发表，好像个笑真响亮，不然作为出名头辈。来从青石大落下种地主，当然今年在布布大厅。
来，手拿纸块拜啊拜，脚踏葫芦过东海。为了接收对者来，今年正是来发生当中的你纸块。纸纸块你在先，手拿纸块脚踏葫芦，来交给咱方桥后方发的桥，坐过来参与着咱这一次建中160周年纪念日。李主席准备要来拜你和烧，给观众朋友破马者，你在先，纸块放在头壳顶，双手双脚天开开，说白头一字就是天理，一代回天，天官赐福人长寿，啊哈，啊哈，鸟啊，哇哈哈哈！邀请咱各位亲爱观众朋友继续来看落去，看你在先，到底要拜几字，要拜什么字呢？再摆第二日来给他看详细哦。看到详细才能知影。恁大姐所摆第二日，铁块放在床顶，双脚徛下，左手天开开。所摆呢乃是下里，一扑下为下，下环之在右外面。啊哈，啊哈，鸟仔呀，哇哈哈哈哈！恁大姐所摆天下能力。你在先行啊行，拜啊拜，再拜第三日，过葫芦的这个菩萨刀，代表一点，气怪出在金甲头，双手双脚天开开，说拜你那是太利，泰山南顶听心好，啊哈，啊哈，鸟仔呀，哇啊啊啊啊！你在先拜出天下海，继续来破埋落去。啊！你在先到这边摆设上面吉祥的礼物出来的，你在先准备摆出最后一支火烧，铁块放在头顶，双脚徛下，双手放在耳旁边，出牌呢那是天理，平生只得这个名。哦，你在先原来摆出天花太平四大字，要来当作南方进行，规时连讲多必然落下正地主。一旦出门行东一步，行西一步，行东西趁钱趁到手来开，赚了白趁钱趁到赚到，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，啊哈，啊哈，鸟仔呀，哇哈哈哈哈！你在先拜出天下太平四大力了，你接受大代来批着一尊的好花香，看得详细，原来就是小姊妹。无仙姑到来了，无仙姑则是咱八戒带来唯一的女性，伊名叫做何小鬼。无仙姑伊脚踏莲波，把咱做我地主倒转去，是会当大进步，也就是咱临时大吉哩。就是咱方桥后埔迄个地方，建中160周年，吉安老建活动，咱八仙做首阵来到此地，啊，就是要来办仙无烧。你来看卖这一幕，就是咱有名，咱李天怪居然无成功，半途当中，李天怪做个小师妹，咱问讲要去倒位啊？咱无成功在讲啊，要去拜寿呢？伊讲唔通唔通，老一声陪我李大仙饮烧酒，饮烧酒袂用的啦，袂用我就掠，你若要掠我就走啊！哈哈哈哈！嘿咻，那块小师妹，小师妹走去倒位啊？袂记哦，饮烧酒无，我先过去买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咱土生土土出女，他大烟波下摇旗，来到咱最高地，这是咱的后坡土地中，土地中土地进行维持运动，来保庇咱中华民族，做什么人蒙古大阵的当代事，
做成人好好丰收会当来大赚钱，厝内底囝仔人长辈会当来老福气，厝内底若是是大人身体健康会当来吃百里，家当得好，家西得好，把咱祝福阿弟子家清净，拢庄严欢乐。这时才是粮食大吉利，吉利大粮食。八仙未坐，驾去五彩轮，坐到到花坛。要来庆祝，祝寿南福吉祥，福吉进行，现代千秋，富千秋。邀请各仙一同前往三个地方，茶仙坐殿，我正是要。众仙一同驾去享乐园。那么这件事，实在不可说，不是你看你来保持，我们今天发财主，大家做正事，求财吉财，求利吉利，我来最是你啦，最是你一分万利。会当家业利器，予咱囝仔人，他个兵是会当好药器，予咱这有钱人做东西，出来底大些代志是会当老夫妻，予咱大家是会当出国梦养老计，一个平安顺时会当来大赚钱。从这样的时候，今天龙时在今年过在龙时，在中美国开国111年，岁时天文明一年，农历归正十月十二日，正是咱当朝后保护的宫，要来举办庆祝着咱建宫160周年纪念日，同时纪念着咱廖建平安活动，积极发展是一个保障与市民感，来鼓励咱支持的活动。圆满成功，恭喜四大宝贝，帮助学保护的教，会当修火红仙，求客拜天下，求解弥陀万里，再来各地的来庙来拜万会，啊，这里拜完副主委总干事，众拜完先修小姐，会当随风大大喜，平安大发钱，也各地来落花种地主，因为在咱在在现场，看咱罗州的江北西做首场，办这个乡亲时代。我的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出门空中化蝶，四时不在。弟弟，出门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。来到此地，众仙准备拜寿，一拜天地，三拜进财，三拜天地平安大发财。众仙准备献寿堂。好了，不是应该到咱贵州地吼，啊，就是这县城，啊，这平安城，这边老在吃平安，来恁客气，来叫人呐吼，来来来。
请到咱三桥哦，保护你中，啊来讲三会来几人会，众仙，准备献寿宴，感谢感谢你破声，破声破大声，互你今年再过满大声，有拍破火的人，无拍破的都开银行试试啊！啊，咱继续邀请，邀请到咱未来观众会咱支持人员。先来拍照合影无？来感谢。众仙拜寿吉利，富贵子也乐哈。感谢谢谢，台北路九里公不是做生意，祝大家好朋友，会当健康。平安快乐，你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天天幸福。